真的太认真了。统测倒数24天，加油！欺负我的人正在滑手机，他偷笑了，就是他，是把他书包用掉，真是对不起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是买的，我以为是你做的，直接从店里买的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小啦！耶！啊，那到我啦！等一下，哎，怕的盖子吗？被驱逐了！我的眉毛变，变八字眉了！不要再那么搞笑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上去了，哎，你可以快点吗？走的路线给大家看。好漂亮！哎呦，完全没动哦。可以啊，我也没动啊。回教室，我刚刚从那边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但其实我们可以搭电梯，而且我们电梯很漂亮，是透明的。耶，就是我是设计科，我是广告设计科，然后这是我的有趣同学，这是我的有趣同学。你到底要看手机看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？它很漂亮，是第二个。有时候会在这里哦，因为我们这里很空，就只有我们三间教室，所以我有时候会在这里，都不会有人管我哦，除了他。他的梦想是当个歌手，有唱片公司要签他吗？